啊，可以进去啊。好。好，谢谢。啊，咱们，我就是在中国就上个留学嘛，三年。对，对，对，韩语，韩语说的很好。我都不该说哪个国话。哎，我的妈！你怎么会说对？哦，现在吧，就差不多。咱们几点有约定？没问题吧？哦，有的，在上等。好好。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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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두분이실까요고객님네네저희지금청소중이어서요한5분에서10분안에다가입장하실게요저我们有约定아有998手机尾号是9958是吗对对稍坐一会儿嗯好啊现在收台啊需要五好五分钟好예약해제예약해제아그아그可以进去啊好谢谢啊咱们有可以做约定吗现在咱们啊好谢谢再有一个位置啊可七点可以做一下几点记得咱们什么时候结束七点对现在是六七点就有主席安排就别这样哦这可以哦七点可以啊好如果不可以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一张卡好谢谢那个您下回提前预约过来再做也可以好七点也可以哦，七点哦，对对对，可以。微加，联系方式可以留下吗？哦，010107，对对对。哎，感谢你的，对，韩语说的很好。我都不该说哪个国话。哎，我的妈！你怎么会说？怎么可以啊？都厉害了，太厉害了。啊，谢谢。那就是预约一位的是吧？好，谢谢。三里边请。洗手间的话，在我们刘亮那边。So we went to a Chinese restaurant here in Seoul, South Korea, and when I was speaking Chinese and Korean, got some pretty crazy reactions.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to my YouTube channel. And if you want to start speaking Korean, Chinese, or any other foreign language on a conversational level in 3 to 6 months from now, you can apply to join my 12-week coaching program.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it, hop on a 10-minute call with me personally. Click the link down below this video, and let's proceed into the video.我用两个勺子，要两个勺子。哎呀，开玩笑。做的这么好。哎呀，谢谢。一会儿这边给您加番茄汤啊，番茄这个汤，它开，稍微等一下啊。好。哇，他们说的太好。啊，你韩文说的也很好。啊，谢谢。又夸吗？韩国待了多久啊？我在韩国待了十年。十年啊！我的妈呀，中文都忘了吧？没有啊，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你中国哪里的？我是中国黑龙江。黑龙江？对。黑龙江哪里？牡丹江啊！我们没去过，但是听说过。哦。那听说过，我在哈尔滨住过三年嘛，那边。天哪，这中文说的也太好了，这也。就有的时候就比韩文说的好，因为就。那你觉得韩文方便还是中文方便？哦，现在吧，就差不多吧，现在。哇，差不多，但是我没说，就好长时间没说话。这哪是好久没说话的？哦，好久没说话。天哪，说的太好了！你说的太好，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真的。是吗？太好了，说的。哇！天哪，太夸张了。会说东北话吗？东北话。我拉盖儿看肚子。哎，我的妈呀！咱们几点有约定？没问题吧？哦，有的，在上等。好，哎，慢慢走，慢慢走。啊，咱们说好，慢慢走，好。감사합니다。我韩国都이렇게잘해韩国한도못한데。韩国잘해중국。哎呀，대박。我就是在中国，就是上个留学嘛，三年，哈尔滨，在哈尔滨吗？天哪，太好了。还行，实在忘了。这不是还行，这是说的非常。服咋样啊？不怎样了，已经忘了已经。太地道了。哎呀，谢谢。哎呀，我天！说的太好了。天。这好长时间没有说话，现在。哇。想说的话就过来吧。啊，好，谢谢。我给你们工作，你们怎样？
중국어 배우고 있어요 지금. 정말요? 중국어 마스터 되려고요 지금. 해봐. 一点点。 但是就是专业是中文。 네 분 말씀하실 때마다 놀래요. 대박 진짜. 那你现在是不是韩文比中文好？ 와. 这音乐啊，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地方。你是中国哪里的？辽宁，英文歌啊？英文歌啊？还就随便吧。这个是不是点两回呀？对对。哦，扣了一回没上对吧？啊，对。啊，你这中国话说的这么好啊？ 开玩笑，哈哈，开玩笑。都有别的筷子吗？筷子有，坐下。好，谢谢。韩语是学了多久呀？韩语啊，我就在这住了三年多了已经。三年多就说这么好？哦，还行，就不怎么好，现在不怎么样了。哇，还是要学。 天哪！除了天哪，好像不会说别的了。你为什么说好就是中文没有那个东北的口音呢？我吗？因为我们那边的话是普通话会更标准。啊，是吗？你这你说的很清楚。是吧？啊，对，很清楚。你会当中文老师。啊。哦。但是我没有耐心。没有耐心。对对对。对学生没有耐心。对对对。